好了，同学们，来，我们来看几个小题目啊。这是我们刚才课前小练习，是不是剩下的？那来对一下答案。第一个，48所有的因数，48有所有的因数，这个还挺容易的。说你可以还是按组来拆，我直接写成1×48吧，然后是2×24，然后是3×16，4×12，然后是6×8，然后你再往后的话是不是就重复了？那就说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组，对吧？好，第二个，如果一个数能够被2整除，那么这个数的个位数的一定是谁来着？一定是0、2、4、6、8，对吧？如果一个三位数240几，既是3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，那么这个方块当中应该填几啊？我先问大家，你说这个是被3整除简单一些呢，还是被5整除简单一些啊？判断是5是不是更简单一些？如果判断是5的话，那说明你方框里要么填0，要么填5。那你看这两个里边哪个能够被3整除啊？对，上面这个时候可以被3整除啊，看数字盒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方框当中只能填0，对了吗？好了，这是这道题目啊，没什么多大难度，咱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从这4个数字当中选3个组成符合要求的三位数。第一个，组成的数既是2的倍数又是3的倍数。2的倍数、3的倍数哪个好满足啊？是不是2？那你发现这里边只有谁啊？只有0。那所以对于第一个而言，它的个位一定得是什么？个位一定得是0。但是它还有两位吧？个位是0了，还有两位，那那两位加在一起一定是什么？一定还得满足是3的倍数。那你看怎么选才能是3的倍数？只能选1和5，对吧？因为1加5加一起等于6，是不是可以被3整除啊？好，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是150，或者是或者是500150，或者是510，是不是都可以啊？这是第一个空啊。那么第二个空，组成的数既是2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，那这只能有谁了？二，这个只能是0了，对吧？个位只能是0啊，个位是0的话，那高两位呢？那就随便选了，910 190 950，然后是5590，对吧？然后是510，然后是150。只要你的个位是0，是不是都可以满足既是2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啊？我应该数齐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数齐了啊。好，第三个，既是3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，要想是5的倍，要想是5的倍数，是不是可以既是它又是它，对吧？那所以第三个可能还稍微麻烦一点。第三个我们来想，如果它的个位是5，行不行啊？如果它的个位是5的话，那剩下两位数相加是不是应该是3的倍数啊？不对，剩下两个相加好像不行，因为这个是不是还有它的原因啊？所以你倒不如直接找三个数相加等于3的倍数，三个数相加等于3的倍数，把5加进去，这哥仨是不是就可以啊？这哥仨可以的话，5当末尾好像只有个105吧。还有别的吗？好像5当个位的时候，是不是这哥仨也可以啊？那哥仨也可以的话，是不是就是有个915或者是195啊？对了吧？再数啊，这是个位5的时候，个位为0行不行？也可以吧。个位为0，那剩的两位是不是应该相加为3？三的倍数啊，说错了，应该是3的倍数。三的倍数的话，好像就只有它了，那就是150和510，是不是只有这俩？没有别的啊。第四个，同时是2、3、5的倍数，要想同时满足，要不要再数一遍？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来想啊，我们上面这些。是不是有很多是满足俩的？我只要在满足俩的基础之上，再满足第三个条件，是不是就行了？你比如，你看哪个好？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吧。
这个好像数的挺齐的，这个是同时满足了第二问号，同时满足了 G2 又5，从里边只要找出满足被三整除的是不是就行了？你看看被三整除有谁啊？这个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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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不是只有这俩？对吧？只有这俩啊，所以就是第四个510和150，好了吧？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咱们的第六题是不是就算是说完了？第六题看起来还是略微有些麻烦的，主要是在数数的时候呢，千万别漏下，别重了，这是最关键的啊。另外一个问题呢，我提醒大家，我们要想判断整除啊，你首先判断谁呢？哎，先判断那些尾数系的，因为尾数系的相对而言是不是好判断一些？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再判断那些和系的，和系的通常可以通过验证来判断。好吗？好了，这是第六题，下一个第七题。第七题是一个判断题啊，就是我就最爱做判断。第一个，为什么？还有一个二是吧？那第二个，任意两个质数的和一定是偶数，对吗？也不对，因为它有个二啊，二加其他的质数啊，奇加五还是奇啊。第三个，一个数的倍数不可能等于这个数的因数，怎么不可能？一倍嘛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五的一倍是五，五的最大的因数是不是也是五啊？第四个，一个和数的因数至少有三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嘛，咱们刚才前面是不是讲过这个事情？利用因数个数进行分类的话，我们把它分为了两个就是质数，超过两个那就是和数，只有一个那就是一，既非质数也非和数啊。不，哎，我写错了啊，这是错的，这个是对的，对吧？第五个，一个自然数越大，那么它的因数个数就越多，这个很明显不对啊。因数个数呢，它的大小没关系，跟它是质还是和是不是有关系的。第六题，因为12除以3等于4，所以3、4是因数，对吗？我觉得这个很多同学可能会掉坑里去，这个其实是不对的，对吧？我们说你必须说完整了，因此它是12的因数啊，这样才对啊。父子关系，你得把儿子和老爸都说出来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承认谁是谁的爸爸，谁是谁的儿子。好了，这是例题的第七题啊，咱们就说完了。来，说完例题第七题呢，咱们这节课基本上就结束了啊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节课讲了几个内容。我们这节课呢，应该说重点在质数和数上面啊，当然我们顺便也提到了一些整除的判断。质数和数里边呢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按因数个数是不是来分类的？哎，如果你只有两个因数，那说明你就是个质数，超过两个就是和数，而有一个特殊的，一既非质数也非和数。100以内25个质数要能够分清楚啊，我不需要你全都够背下来，但是你给你一个数之后呢，你会判断啊。当然100以上是不是有4个最小的3位质数，你也能记得住啊，应该是101103 107 109，唯独没有105啊。倍数的特征啊，关于这个整除，一个是尾数系，一个是和系啊，尤其是这个和系啊，尾数系好记，和数系呢常考啊，一个是3是不是，一个是9啊，而咱们在判断的时候是不是通常情况下都是利用7-3、7-9的方法啊，比那个相加数的和更加简单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咱们这节课就说完了啊。讲题的任务交给你，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虽然老师布置的讲题啊，我也知道你大部分时候都作业不想是吧，能听完就不容易了啊，还讲什么题啊。希望你呢能通过这三道题啊，把咱们的课稍微串一串。我们说金鱼啊有7秒钟的记忆，你的记忆呢充其量也就是7天啊，所以呢不复习是坏蛋是吧，不总结是傻蛋。
你这干学老忘，学了忘，学了忘，学了忘，这狗熊掰棒子，掰一个扔一个，掰一个扔一个，掰一个扔一个，到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就会最后一张的，是吧？这是很多同学所出现的问题啊，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复习复习，巩固巩固，包括咱们那个三项测试题，是不是你也可以做一做？好了，话不多说啊，咱们今天这节课呢就上到这儿了，我们有机会下节课再见。好，同学们，拜拜。